家好，我是 Peter， 然后又回到我的频道了。那今天我现在超累的，然后我刚下班，然后我们今天要练腿部训练，所以有看到这个吗？这个就是我的训练前都必须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滚筒，那就是要先放松一下，不然等一下我们可能会受不了，对，活动度会很差，然后会很疲劳，所以我必须要滚一下我的腿，所以哇，等一下就要受死了。腿部训练是最累的这个训练，那每一次都至少会烧一千大卡。哦，好的 ，OK， 那我们啊，今天腿日，然后第一个动作目前也在做。那我们稍微等他一下，对，那等一下，会有今天大概会有6到7个动作，但是也不一定会把它完全做完。那每一个动作都只有3组，对，有很多人会问我说要做几组，是要做很多组，4、5组之类的，没有，我们的训练其实组数不多，但只有3组，可是做完都。快GG了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可能要好好的酝酿一下情绪。对，现在还没有开始前，要先把情绪酝酿好。每次到腿日的时候，都是心里要建设好，然后等一下才有办法好好的专注在每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等他吧。热身组，我还没开始我就心跳还好，我觉得还没开始我的心跳就超快。三组，第二组。热身完成，轻松啊。2到4组的热身组，然后现在的热身组基本上就是这样子，这也是我们的热身组。然后接下来保护自己很重要，所以我们就会准备护膝，所以我现在换我的护膝。现在穿这种护膝，其实在蹲的时候，我自己本身如果在蹲大重量的时候，膝盖都会有点不太舒服，所以其实 SBD 它做得很好。对，那我也没有帮他们业配啊，就是说我本身用的心得，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护膝其实好用的地方在于说，它对膝盖的保护真的是还蛮给力的，所以我每次在蹲的时候，它都可以把我的膝盖保护得很好。这个是右脚，它都会有左右脚，我之前都会穿错边，都要再重穿一次，所以有点傻。那呼吸呢？就是我们要穿的时候，我们先拉到一个地方，然后这个下面这边我会往上拉上来，好，然后到再到这个小腿肌最上面这个地方，我们上面这个。再拉一下，有时候冲鞋之后，这个有够难穿的，比裤袜还难穿。两只脚都必须。
恢复训练大重量，所以妥善的穿好我们的护膝了，所以我们要准备开炸了。OK。好感啊，哇，这样子多重啊，180公斤，热身组180公斤，神经病。那预计这个动作我们大概会做6到10下的重量，所以次数不会太多。那主要还是以控制这个动作的一个离心，那还有一个张力，那为一个主要。这台机器非常好用，主要是训练我们的臀腿，所以不管是男生女生，想要让我们的臀部跟大腿后侧发达一点的人，这一台很重要。美丽的地方就在于翻杠片。我坦白说，如果没有泽泽来帮我翻杠片，自己练腿真的非常的累，因为光搬钢片就已经搬到力竭了，尤其是要结束的时候，迈向第二动作的时候已经力竭，没办法练了。所以我们要感谢泽泽，帮我们搬钢片。280，正式组第一组，哇，10下，感觉如何？哦，心脏，没有心脏病，都有心脏病了，嗯，这很惨，我一点气泡没，哦，太喘了，刚好，我还在考虑，等一下再加重量，因为太吃力了。哦，170啊，170啊，170，哦，169，哦，永远练腿都不会低于这个心跳。OK。第一周呢，有没冻袂掉啊？哎呀，谁是晚上练习比较有力的？没有。
第二组训练组，好嘞。选手的爱，太好了。贵人的拉力带一定有力量加持。啊，好嘞。天哪，第二组。我醉了，打起精神。他说注意安全，如果需要帮忙的话。不行了，太累了。练到狮子了，才第二个动作，第二个而已。所以我明白你们的心情，真的好累啊，亮了脸亮亮。第二组，啊，好想下课，太累了，我需要再休息一下。不要再跟我说。训练很轻松，一点都不轻松。为什么要练它？太重要了，尤其是男人。没有练腿，不要跟我说你是男人。对不起，练腿的时候情绪都会这样，没有再轻松的，而且。我现在很想，超想吐的，在这里了，好喘。
是，要轻松。强颜欢笑，强颜欢笑。啊，喜欢练腿吗？有，太喜欢的，我太喜欢练腿了，太舒服了。骗人的，最喜欢练腿了，可是好处真的太多了。这就是选手平常的练腿日，虽然我只是业余选手，所以大家都在进步，我们怎么可以放过自己呢？对不对？对自己放松就是对自己残忍。我们继续。做几下，反正就是很多下，比我还多下。这个人神经病，我要变强。第三个动作，垫步。哇，这个动作也非常的累。我会排第三个，因为主要是在稳定我们的髋关节，还有我们的臀中肌。这个呢，就是拉丝的关键。想要臀部拉丝，必须做，肯定的。所以我一定会放在后面做，妥妥的。这个做完，第三个动作，举举，下去了。我们今天已经稍微快一些了，983，第三个动作而已。而且我才做一组而已，还有两组来。第三个动作还有两组，到底是谁跟我说晚上练比较有力的？可能啊，有女生啊，可是坦白讲，我已经累到不想看了。我现在时间赶快结束。好好的睡一觉，好好的睡觉。明天还有，好累哦。
选手的生活就是这样，每天吃饭、训练、睡觉，没了。吃饭就是为了进步，还有修复。我们现在在干嘛？训练。吃饭就是为了训练，睡觉为了修复，还有。我们现在在干嘛？训练，还是训练？重点还是训练，还是训练。所以，你有没有吃饱、吃够、睡饱、睡足、睡好，都会影响训练的。训练，像我现在，我就是没有睡好。我今天练的时候超累，都是上课累死，要工作。好。都那么认真了，不练，我就是，对。想想当初为什么要开始？莫忘初衷。莫忘。莫忘。哇！
到尽心。行了，好累啊，肚子抽筋啊。终于来到二楼。哇，我现在，脑袋就是的声音，麻麻的，头壳麻麻的，1200卡，夸张。好，继续吧，废话不多说。结束了，哇，终于了、哦！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结束，然后走该死的楼梯，该死的楼梯，充实的一天，充实的一天。好，喜欢今天的训练的话，不要忘记给我一个喜欢，然后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那今天是我们的练腿日，那也可以分享给身边需要的朋友，让他们知道腿部训练是这样子的。所以，那咱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等等，来去找一位今年刚比完 WNBF 的选手。这一位选手非常的帅，我每次看到他训练的时候，都会觉得天哪！如果我是女的话，我绝对会爱上他。这一位选手现在正在很努力的训练。我们是谁呢？哇靠！哦，也太帅了吧！哇，欸，你其实蛮常来练的，来说说。你是，我突然要不知道说什么了，没关系，咱们最帅的选手，没有，南部，我问一下哦，你觉得啊，你认为选手跟一般人有什么差别？选手，我觉得第一个是心态吧，心态，对，那第二个就是要比一般人多花更多的心思，还有时间在训练跟饮食上，对啊，那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喜欢训练。享受这个过程哦，享受过程，对，太好了。那你觉得选手的生活跟一般人的生活差在哪里？差在哪里哦？就是会选手把大部分玩乐的时间拿来做训练，对，那就是想要追求的东西不一样，所以时间要花在自己想追求的地方上。对，那你觉得选手的社交跟一般人的社交，你觉得有什么差别？社交吗？其实我觉得社交这块没什么差别，因为其实你在健身这方面也会认识到很多热爱这一块的人，这样，所以其实不会到很孤独这样。其实训练有时候是自己是一种享受，没有错。那你是不是觉得其实选手也很需要被支持？没有错，没有错。这条路真的是只有走过人才会知道很辛苦，但是踏上舞台那一刻就会觉得一切都值得。对，没错，而且重点是身边的人很重要。对啊，真的支持着你。对啊，让自己其实就心态啦，心态重要才是可以走长久。好，谢谢我们的桂纯可爱的选手。那接下来有什么规划？规划目前就练健康而已啊，就维持运动这样，融入生活这样，对啊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下次再见。Okay. 好，谢谢你。拜拜。